在座各位大家好，那是吉他社副社长小王子，那我身边这位是吉他社的教学心杰。那我们今天要带来这首歌曲呢，它是一首在描写失去的歌曲，那是希望大家在聆听的时候可以去勇敢去面对失去的悲伤，那去接受失去的遗憾。那今天要带来的是《失落沙洲》一些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认识你。又回到这个尽头，我